肉呢，我们买回来以后削了皮，就给它切成丝儿。那切丝儿的时候呢，大家要注意一个点，那不要切得有粗有细。其实这个土豆饼里边呢，一定要有葱，葱在这里面呢，要特别的提香的一个效果。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在家里呢，会把这个淀粉给它洗了去。啊，这个呢我们不要啊，做土豆饼反而不要，我们需要把它里边淀粉给它提取出来啊。那第二一个呢，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会把盐先加到这里边来，加完盐以后让它腌一腌，把里边的水分攥出来，再去做土豆饼去，那我们也不要。为什么呢？这样的以后它这个支棱的感觉就没有了，就不挺实了。就是，那么这个调味的过程什么时候做呢？我们把这个锅热好了以后，我们再来做调味的工作。明白。裹面粉。来，这边面粉不提前给它配比起来的目的是什么呢，大厨？因为那个面粉沾水以后啊，它就很快的就会吸水，然后会僵化。就是我们水过多了以后呢，它就会把面粉呢给它冲洗掉，那你就需要加更多的面粉来把它粘裹起来。所以最后粘不住。如果你要提前的话，放这面粉，它可能更稀，你加面越多，那口感就不好吃了。对，所以说这个土豆饼哈，一般的话呢，在我印象当中都属于是哪一种呢？属于是浓浓的家的那种情怀。比如说我的印象当中，我奶奶做的土豆饼很好吃，老人一般都会做这一个。高厨做这道菜，家里头有没有家人也特别钟爱你做的这一道？这个老婆比较愿意吃就是说嫂子会比较钟爱你做的。她有时候回家饿的时候，她会特别点一个要吃个土豆饼。所以说你在家里既是大厨也是服务生了，是吧？也是家里的掌柜的，是吧？那我们这边热着油了啊，那只要内环好就行。然后这边呢，我们加盐，半斤重的土豆呢，我们加一个勺尖的盐，差不多5克左右啊。那盐加进去了以后呢，我们先给它拌匀。好。先给它调调味，盐和土豆先拌匀。哦，这个需要提前调吗，大厨？这个就是热着油了再调。哦，因为你如果加早了这个盐，那土豆很快就会下水了，土豆的水分也很大了。盐加完了以后呢，我们就加上半颗的鸡蛋啊。为什么加半颗呢？如果你加上一整颗的鸡蛋，那它的里边的水量就特别大了。咱们这个拌匀了鸡蛋以后呢，那你看这个基本上表面上都会有一些水分的感觉。然后我们面粉呢是这样薄薄的一层，啊，挂霜似的感觉，就是给它撒上啊，薄薄的一层。哦，是撒一点儿，咱们都不是哦，咱们到那时候拌在一起是吧？撒匀了以后呢，我们看呢，把筷子放进去抖一抖，然后呢，我们把下面呢翻到上面来，这样跟我们直接倒面粉来和的话会有区别吗？这样呢，它是用最少的量，可以让所有的这个土豆丝儿啊都沾上面粉。和好了面以后呢，大家看，它不是说里面都是面浆的那种感觉，它里面是比较松散的一种结构。那我们这个油呢，这个时候呢，你看也微微有点起烟的一种感觉，差不多5-6成热啊。那我们把这所有的土豆呢，直接下到锅里来。这个时候呢，不要怕它糊锅。一般的情况下呢，40秒之内它是不会糊锅的啊。也就是说，这时候我们的油呢刚一热起来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土豆带着一点的面粉放进去了。对，看到没有？有一些那种起筋的感觉。对啊，立刻就粘在一起了。有粘附性的感觉。对啊，那这才是饼嘛，不是炒土豆丝儿。那我们在这个烙饼的时候呢，要把周边的这些不听话的把它收回来。推一推，摊平、OK。然后呢，用铲子呀、筷子呀、勺子呀都可以啊。那底部的火力我们现在怎么控制呢？啊，就柔柔的火，或者中火，或者中小火。那我们煎到什么时候呢，就可以开始翻面了呢？哎，大家看这个边上呢，这个土豆呢有一些像这种浅褐色了，是啊，浅褐色了。然后呢，你转动锅具的时候呢，你能听到一个沙沙的这个声音，那说明它下面的这个面粉呀、土豆啊，它已经煎出这个硬壳来了。哎，啊，再一个看表面呢，大多数的土豆呢已经呈现出半透明状了，确实，比如说基本上有个70-80成熟了，比较剔透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需要翻面了。好，翻面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如果说你有那种方法的话，可以把它一下调转过来。如果说确实我没有办法，那么我们就把它拖到盘子里面去，再把它放回锅里来。翻转了以后再回来。那我们也可以呢，用铲子作为一个辅助性的，对，把它调转过来。不错哦，这样的话就不会碎了，是吧？对。那它硬挺了以后呢，它就会粘到一块去，因为有面粉和鸡蛋嘛，它就像我们里边的粘合剂一样，把它粘附在一起。然后呢，还是这样，2分半左右的时间煎另一面。基本上呢，这两面煎完了以后呢，
基本上就可以成熟了。那这和马路边卖的土豆饼不一样啊，马路边它是用饼铛来做的，是它的水分呢没有散失出去，它是软的。哦，确实，因为它是饼铛要加盖子的，那它这个饼呢做出来是软的，它不是脆的。对，我们在家里做呢是敞口煎的，所以我们希望它那个有那种脆感在，是吧？对，而且吃起来干香的那种感觉非常好吃。到时候里面可以放点葱花，是吧？这个你看呢，这里面这些深褐色的，这就是葱啊，葱条。那葱的量呢也不需要特别多，有就行。那它在这个焦糊的时候呢，就会有一种葱油的感觉出来。明白？那你这个香味就特别棒了。出锅的时候呢，关火以后，把铲子打到这个饼下面。是，我们可以翻过来看看。哎呦，这个饼那边也是一样的了。对呀、然后我们把这个饼呢往后脱锅。哇、这个颜色太……葱、鸡蛋和面粉，第一步。都煎成金黄色时